来，妹妹，来这个山头里面来撒一网。把那个鱼赶出来。上午几点？十万个有啊，有了啊，有了，一条两条，哎，这个网装的多啊，哎，我知道了。好大呀，怎么感觉？好大！哎呦，不错！哎呦，好！好，嗯，绑上来了。嗯，绑上来了。绑上来了。这里差点，被子撑开了，撑开了，没和兜那里。哎，嘿嘿，哎呦，管了，算了，先别动，没事，你带你过来。四条，这还有一条的，嗯，还有一条，你带着有五六斤呢。哎呦，这边这是最大，嗯，这条小的放了。来，朋友们，在这个河里面来撒一网啊！现在淼哥手里拿的这款网呢，是一款3米6高一指网眼啊，用的是一个小飞盘。哇，这个风很大呀！哎，有鱼了啊，看到有鱼跳了，但是鱼好像不大啊。好，到底了啊！再往上的是什么鱼啊？白花花的鱼呀、啊！黄鱼，哇，这边还好多，看着，来把鱼放出来，应该多少条啊？把这个树枝拿掉。哇，好多呀，这一碗。哇，小海鱼。都是这种黄鱼、海鱼来的。十几条哦。你看一下这个鱼，啊，有了，看着，有了。卡住了，现在卡住了。可以啊，朋友们。一碗在手，吃鱼不愁啊！你看这一款一直的网眼，就是大小鱼都抓，有小能抓小，有大能抓大。